枫丹的讨伐悬赏用什么队伍好？枫丹太多的水免怪，百万伏特也不太好用，四神队、草行酒、雷国、四色队这些比较好用。我这队伍也很好用，能涌动，白符还可以产生草种子，雷神可以当九旗人用。无论怪是什么系免疫，都不用换队伍。接下来第二支，微光无色。传唱，以我之名。斗花，意气永恒。傲慢看破。第三支。火免疫，不过对我这队来说都没问题。无处遁逃，亮相啦！让世界热闹起来吧！冰老路通。